开花的花，结果的果，该有都有，多少算多、哦、白云的白，黑夜的黑，我和你该怎么做、哦、风景的风，野火的火，该看就看，将错就错、哦、飞鸟会飞，落叶会落，该做的何必再说，谁的错，爱过的人闯过的祸都是你和我，还是我的手是你的，不怕不耐只怕不了，有你有我所谓艰难不算什么，说过的话做过的梦都是种寄托、哦、听过的风走过的路认了你和我，眼看着你手牵着我，不怕难过只怕寂寞，有你有我所谓痛苦不算什么，说过的苦熬过的也不是谁的错，叫你算命呢？哎呦，啊是安怎？一个外省囡仔，啊话阁未通。大家，分头去查看卖啦。拜托。阿叔啊，你去找方丈堂，我叫伊用较好心的方丈一个。好，来坐。太真啦，今日你跟我做伙来去。慢啦。哦，别点我哩。哎，玫瑰啊，我等啦。安尼收金啦。这是一百啊！这是一个有保庇，今天小人一滴管就来啊！别紧，我给你规定拢装拍好。哈哈哈！规定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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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我当当人，哎，哎呀，哎，我讲你大家来哦，我第一句话讲嘛，我哩，当人哇，我听听头先啦，听听头先啦，哎呦，春来嘛，愈来愈水，哎呀，哈哈，春来是我，哎，快来，来不及啦，等等啦，来，好，等等，好啊，来。饲到大汉会趁钱，我唔知要搁开偌济哩了。老爹娘啊，你都好心好行的，你做一寡慈祥的善家人啊吼。啊，无安尼啦，200块你肯袂？好啦，老爹娘，我咧想甲结婚，啊，无你先放一步了。啊，囡仔我吼，多谢。哎，等。
等下。小姐啊，来来一个。来来来。小姐，你去摕迄个纸毛笔，啊，印是怎啊提出？好，进去。你这做人啊，空嘴无钱吼，讲无准神啊，啊是白纸写乌字吼，安尼较无长底脚话。嗯，这查囡仔要先做正事，以后若大汉哦，一定要给他赚真侪钱。来啦！啊，人呢？哎，走人啊！走人啊！哎，先走，快点，去，走人就快点。我一望你，就外口的人，可能走便宜的款。哎呦，清醒了！哎呦，你叫什么名哈？叫什么名？查囡仔。你叫什么名啊？以后吼，你也叫我阿母哦，哦。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快点写嘞，快点写嘞。爸爸，我可以。这是我生囡仔啦。爸爸，我可以。来，来，囡仔呀！哎呦，囡仔，快走啦，快走。哎，哎，不要这样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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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囡仔喙齿才来，甲我咬到老血流去。喂，是讲哦，见人就发的，小等一摆吼，我甲因抬回老血流地。我来洗牌哦，来来来，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的哈，来来来，啊，洗牌洗牌。哎，家仔，啊，你手是安怎啦？哎，老血流地啊！你才叫一个查某囡仔咬着你嘞！啊，叫查某囡仔咬着，哦，还是倒一个查某才吃。无啦，拄食你后尾门啊，头家又叫我甲抱一个。啊，后尾门啊，哦，啊那后尾门啊拢无人吼，头家又叫我甲抱一个。诶，安尼袂歹哦。你想过去啦。总共有一句吼，叫查某囡仔咬着就对啦。这意思讲，拄我顶车钱，稍等下吼，要总甲你咬起来啦。阿仔，我看唔是安尼哦。迄头家呢吼，该点后尾门啊，搁再抱一个，一定是对你有意思，想要倒掉你迄款咯。大哥，你臭鱼人搞反话啦！你若敢去外口乌白放送吼，较细腻个，你若叫头家娘听着，猪哥个一气啊一气甲你放。哎，对吼，讲到放送，我才想着，我听话咧。嗯。外口咧放送头个吼，一个当日我是讲到落去破去个，讲啥物讲？你有两个亲戚，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，啊，佫带两个囡仔，为长山来台湾，佫要找你呢。啊，即个平安路是来等你。一定是我哥哥嫂子到了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我得赶快回去了。哎，不陪你们玩了。哎，伯伯了，伯伯，哎，张警官，奶奶，来来来来来，顶岁了，你们吃好啊。来，这这这，去，你阿出去。哎呦，孟家，你安尼是咧创啥？我猜你是日本留学转来找人，哪会这尔唔捌礼数？我这无欢迎外省人啊。伊是我带来的人客啦，洪明啊，来来姑婆家，乖吼，这个阿静哦，有话要问你。小朋友，你有没有看到今天中午跟你一起玩那个小妹妹？回门刷，你要等你。洪明，你，洪明。你平常时安尼外省囡仔在耍？明祥，啊是安怎啦？无啦，啊，都住喺我遐个人客有一个查某囡仔在定在耍，啊无声无息就胖去啊啦。你莫着急啦，咱先转来，无一定迄个查某囡仔已经转去啊。希望是这样啦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泰山啊，歹势啦，阮小弟哦对外省人有误会，你莫见怪哦。啊，不会了，已经够麻烦你了。先生，孙健哦，阿哥，孙健哈。头家娘，最近我听人讲，常常拢有囡仔叛逆哦，我看有人在偷抱哦。真实了，真可恶。哥，姥姥。
这算啦哈。头家娘啊，你是走去倒啦？我哪有找无你啦？哎呦，我著去电信局打电话，等个庄家阮大兄，我叫手天弟者哦，趁天龙较无人哦，替囡仔囡仔送回来。嘿，我叫你赶紧出来创啥啦？啊，都靠了天在困。你困啊？困了，困了。啥？大大大孙家要来你借钱。家财个叔啊。啊，你讲啥人吃不了啊？当落一公四五声，请咱大家真接听。有一个查囡仔叫拍袂，麻烦乡亲斗注意。这个查囡仔今年拄啊好六岁，生做古锥放两支头鬃尾。伊是东山过来，会晓台湾话，所以麻烦乡亲来斗推。哎、欸，你个囡仔反正已经用头无去啊！哦，要求这了，是啥？遐尔偏心毒命哦！啊，头无这囡仔要创啥？啊，算唔知影，防未做新妇哦。遐若较歹命，就防未去咯。哎、欸，讲头片，啊，人到无囡仔了边？无无啊，那有啊？无啦无啦，无，单无。啊，无你爸爸嘛，查囡仔遐尔多，敢讲你家生的唔啊？创啥头诶？变怎么搞个鬼啦？去变车搞来啦！当然一公司五声，车来是到位就得啊！你今仔要安怎啊？我看后面你大概有啦，对吧？你家财神车在后边，应该叫地哥来，紧紧紧！地哥，地哥！哎，你囡仔，好苦，你卖艰苦啊啦！来，吃茶啦，饮一杯茶，来啦。啊，这一堆烦恼拢出去外口倒车，我相信一定找会到啦，免烦恼啦吼。大哥，来，大哥，吴先生啊，啊你回来哦，啊这个小姐哦，等你几工呢？啊，俊清，冰心啊，是你啊？吴大哥嫂嫂呢？他们正忙着准备签销。所以让泰山先护送我和李明龙过来。可是，冰心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啊？龙龙他今天下午不见了，我怎么找都找不到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冰心，你先不要急啊，这里我比较熟，我来想办法。警察局我也去背过案，我该找的地方我都找过了，我就是找不到。我要是真的找不回来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跟姐夫交代。上海哦，是一个外省囡仔，啊话阁未通，实在唔知要安怎呢？大哥，我在。那是外省囡仔啦。有了，我知道。你知道龙龙的下落？不。我也不见得有把握，你先留在这里等等看，我去看看。假如真的找到，我马上把龙带回来。要不要我跟你一块去？我相信哦，伊敢那真有办法，我想伊会把囡仔找倒转来啦。别管，听我讲。四五声，请咱乡亲坐坐听。有一个查囡仔拍无去，麻烦乡亲大家斗注意。这个查囡仔拄好六岁，生做古锥放两支头鬃尾。喂，你快一点，赶紧赶紧的。喂，停车停车。头家娘，车伤重，骑袂紧啦。你敢车倒？无啦无啦，我那敢，别惊别惊。大哥，大哥，停车，停车。大哥，什么时候改行踩三轮车？我里头载什么人？没有，无啦，我是没人啊，这无人，没人。天气这么好，又没有下雨，为什么把雨棚拉起来？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？不来，不来，我跑开你来！放开我！我放开我！
龙啊！放开我！好好好好好，放开我！我是俊清叔叔啊，你不记得我了？啊！叶叔叔，乖乖乖乖乖。叔叔，他们是为了要抓我走。好好好啊，有俊清叔叔在，再也没有坏人可以把你抓走了啊！哎哎哎！我不是调岗的啦，我唔知伊是恁亲戚。哎呦，胡先生啊，你嘛知我这个人哦，也不去害人啊吼，是调岗的啦，我嘛是方便的了。我今天就不跟你计较了，以后眼睛放亮点，要是再有这种事情发生，我就把你们当成匪谍，抓去枪毙。靠一月光，今都等起。眼看着你手牵着我，不怕难过的怕寂寞。有你有我，所谓痛苦不算什么。哎。只是一时贪玩，忘了时间，他等一下就会回来。真的吗？那你们大家为什么非去得找我们？我回来了，好了，啊，吓死了！彩条都好，彩条都好了。先生，啊，你是在哪里找到龙龙的啊？对啊，俊清，你是在哪里找到龙龙的？我下午啊经过一片林子，隐隐约约就听到有内地小孩哭叫的声音。我刚刚赶过去一看啊，碰巧遇到龙龙被两个坏人压在三轮车上，我大声喊叫把他们吓跑了，就把龙龙抱回来了。这种歹人哦，一定要给上海派出所哦给关起来。啊，你有看到那歹人生得什么款无？胖胖很凶的坏阿姨，还有呢？我只知道有很多阿姨。我看我们就不要为难龙龙了，他受到很大的惊吓，我们让他好好休息吧。啊，好姑，那谢谢你啊，龙龙可以等你要回来就好了，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吧。好了好了，无恁特别休困啦哈。谢谢阿姑。对了对了。一二三，木头人！一二三，木头人！不要动哦！哎，小姐，不要动哦！一二三，木头人！不要动哦！俊清啊，休息刚才人工不方便，是不走。你是怎么样把老龙救回来的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纯粹是碰巧遇上的。现在这时局乱得很啊，到处都有人拐小孩卖钱。你以后千万别让林明龙自己出去玩。以后我一定会格外小心。还好是你把龙龙找回来了，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来面对这件案件。我哥哥嫂嫂他们还好吧？小姐，莫言。喂喂喂，
我离开家里好一段时间了，真的好想念老家里的一点一滴、一草一木。范前校当然每个都有忙不完的事儿，可是他们的身体都很健康，姐夫的心里嘴里啊挂念的一切都是。我哥，他打小就最疼我。对了，你和王副司令的千金进展如何？ 快请喝喜酒了吧！无难当头，我怎么好提儿女私情？过一阵子再说吧。也对了，反正也不急在一时嘛。能够看到自己亲人的感觉，真的很好。要是啊。 能够再来一碗又香又稠的家乡八宝粥，哎，那才来劲儿。那还不简单？我做给你吃啊。嗯，堂堂千金大小姐还能下厨啊？我做的家乡八宝粥啊，可到地了。大了呀，爸，我要吃嘞！我还要吃蟹壳黄，我还要吃冰糖饮料莲子。你们两个小鬼，大爷是神仙啊？去哪弄这些东西啊？为什么你们大人？ 要吃的多哟，我们要的就没有。对呀，别吵别吵，一切包在俊卿手中身上啊！玲玲要吃蟹壳黄，龙龙要吃银耳冰糖盐子，保证让你吃得过瘾。耶！俊卿，你真的弄到这些东西？对别人可能有问题，对我就不成问题了。我跟那些酱官家的厨子熟得很，什么南北各地的名菜啊、小点心，只要你们想得到，我就弄得来。 啊，不过就独缺你那道居家乡味的八宝粥啊！你放心，今天呢一定做给你吃。太山，你去买点做八宝粥的材料，我拿钱给你。哎哎哎，有我在，哪有你们出钱的份儿呢？啊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姐姐、姐夫给我带了很多金条出来，生活上不成问题的。啊，对了，小姐。 小姐，现在已经安顿下来了，那你交给我保管这个金条，我再还给你。来，你看看，点一下啊。还点什么啊？你我还见不过。那我去买东西。 冰心啊，不是我说你，像金条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怎么可以交给一个下人来保管呢？泰山是个老实人，这一路上多亏了有他照应，他要真有什么坏心眼呢，早就动手了。啊，或许是我多心了，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你最好还是小心点啊。嗯，才不露白，快把这些金条藏好吧。嗯，我带小孩去溜达溜达。 小朋友，谢谢。 谁说我胆小如鼠？分明就是一只大象！别吵架啊！别拉绑了！哎，别拉绑了！别拉绑了！不要拉了！不要拉嘛！不孝顺，不吓坏小孩了！你绑了没有？马进来，怕死也行。你要打小孩了？对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不是。
我叹口气过的给我把剑给怕死了，行不行？打小孩子！对，别打了！爸，打死我！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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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心地歹哦，歹势哦。没事。你回楼梯，我给你亲亲你。不要我。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谢谢，谢谢。是的哦，歹势啦。我到家，家啦。歹势啦。阿妹，安怎？老爷，阿小小的配袂点，差袂像少奶奶啦。嗯。哎，阿玉莲呢？走去倒位？杨梅啊，去叫恁阿嫂入来。好，没叫啊，伊伫店口。一个囡仔哭到咧骗袂掂，伊踮咧店口创啥？我拄只转来时阵哦，有看到甲一个查甫的哦，伫个店口咧开讲。查甫的？怎啊？你有看到？有啦，老爷。我头看小兰奶甲一个查甫的，伫咱店口咧讲话，就是来咱家找囡仔迄个阿山啊。因两个徛啊足近的，阿山足熟悉。杨梅。你走的啊？厝边来开讲。厝边？倒一个厝边啊？加班啊！加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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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我到等你了。加班啊！哦，加班！加班！哎呦哎！哦，我讲好讲，伊无嫁，还无囝无儿哦。啊！你讲是要嫁查某囝，要娶新妇，你也讨皮听啦。吃啦，吃啦，吃啦。阿姨，大叔叔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啊，开山还没回来哦。他去买八宝粥的材料，需要这么久吗？会不会出什么事了？没啦，阿雄雄要参加的料哦，一定爱加走几间啊。我看卖等你吃，等先离开啦。玲玲，等等，来，咱来吃饭。不要，我要吃八宝粥。哎呦，玲玲，迄八宝粥吼是甜的物件，食饭饱才吃。姑婆今仔日吼煮甲足青草，啊，恁若无吃吼，足无菜哦。要，就是要吃八宝粥。啊，啊，这两个囡仔吼实在是足歹嘴斗的。冰心啊，先离开吃啦。我想再等一会儿。哎，大婶，回来了。八宝粥的材料买不到，我买了一些烤地瓜回来。烤地瓜啊，就要烤地瓜。这烤地瓜好香哎！来，阿姨剥给你们吃。泰山呐，哎，阿你剥地瓜小弟弟哦。关门嘞。哪会这么早就关门？试试看。啊，别间店你无少去看卖者。全都关门了。没买到没关系啊，下次再买嘛。哦。冰心。玲玲，好啊！来，吴少爷，你们在聊吗？哎，哦，是烤地瓜，今天给你们的，我买的。吃烤地瓜不营养又不卫生，瞧，叔叔带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回来。哇，好香啊！你看啊，有红烧下巴、清炒虾仁、炒扇骨，还有鸡味面，都是道地的家乡口味啊。我要吃虾子，我不要吃地瓜。
都弄脏了，别捡了。蔡山，哎，你的额头怎么了？没事了，不小心撞到了。怎么会不小心撞到的呢？要不要紧？我看看。一点点小伤，擦擦药就好了。林青啊，快进来吃吧，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对了，小姐，菜凉了不好吃，我洗个脚，上点药，没事了。林青，来，进来吃饭。啊，哎，快来啊！那好不，谢谢啊，没的。哎呦，现在就生疼哎，唔通怕生，提来洗个。愿主保佑你。阿碧啊，你来创啥？小奶奶叫我送物件，来给那个外省人啦。多谢外省人。啊，就那个烟头，烟头，啊，搁粗用嘞。你是讲泰山咯？对啦，对啦，泰山啦。啊，要送啥给伊？啊，就这油啊啦。啊，是安怎要送油啊给伊？因为阮老爷用瓜头跟叶头讲一空呢。泰山呐，阿姑，来，小头我困袂去。哎，没事啦，一点小伤而已。哎呦，这班狗是真害呢，出去这么重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都叫人了，叫人提药啊来啦。玉莲，你弟弟的师傅。你千万唔通讲出去哦！我知道了。哎呀，卖叮当啦！一个查甫人遐敖爱，卖叮当啦！好了好了。哎，不好过。为什么我觉得你弟弟好像非常恨外省人呢？我代替阮小弟给你解释的，你莫怪伊哦。我没有怪他，我只是不了解，为什么他看到我好像看到仇人一样呢？这就要对两年外前的二二八事件来讲起。那一天，台湾人跟外省人发生一件很重大的冲突。那个悲剧害叫人失去伊的翁婿，害我的小弟失去伊的后生。你唔去问看好苗苗食米糕未无？哦，道上，啊！你先生拢无问我，会晓未？哈哈，查囡仔人吼，若唔惊大苦，做你去食啦。唔通啦，玉梅啊，要开以前食物件对胃肠无好呢。啊！你先生？啊！啊！就下晡去，我咧外省啊，吃一顿，啊，唔知靠到倒位，安尼感觉又啊疼咧。我道上多好俩人的过来，我叫伊来好不好？爷爷，你来接啊？
哎，老三，你还没回来？慢一下，步，出去用叫去。哦，道上啊，等你吼，我才兄烧水用面去甲你洗布啦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。玉莲啊，啊你还袂歇困哦？系啊，请你比我紧紧的，我只去困。好啦，阿门哦，连面去关也好哦。哦，我知影。小奶奶，小奶奶，我回来啦，物件都已经。阿弟啊，你去倒位？咱这暗要回来。阿妹，是不是小奶奶叫你出去创啥？我玉莲啊，你拄只咧比啥手势？我无啊。佮讲无？阿嫂，莫讲无啊，阿爸拄只拢看到。阿妹，你也唔赶紧讲，你到底出去创啥？阿妹呀，我讲，紧讲。我痛呢。我叫阿弟也出去。你叫伊出去？你叫伊出去做啥？叫伊去送药啊。送药啊？送什么药？对啊，咱也不是开药店的啊。送什么药啊？还是送什么人？送予迄个外省的。不开了。送药啊，去予外省的。你正好大胆哩！阿爸，你听我解释，还阁有啥物好解释？你明明知哦，你若爸上枉外省人，下晡才拄讲走一个，啊！你即摆又讲，就是因为阿爸甲人讲着伤，我毋才叫阿美送药去给人。我哪有敢讲着伤啊？对啊，当时也讲着伤，是真实的啦。阿爸，你用拐仔头甲伊个头壳讲着伤，流出侪血呢。老血，那是老偌济血？老袂少，血拢滴伫个衫。点伊！伊流的血，敢有恁翁的多？当时恁翁去外省人拍死，伫个咱祖厝的门口，过两天吼，也无人敢去下收尸。怎嘛？一个外省人流一点仔血尔，你着赶紧提药要去唬人。你若有心吼，当时恁也毋敢去下咱收尸啊！阿爸，迄个时阵你卡嘛着亲像，我无要无你来照顾，而且我是一个查某人，我靠过遐尔大，你叫我要安怎出去啦？别点安尼出气啦，是毋是咧外省的，都点叫你着？阿爸，我是你的媳妇呢，你哪会讲这种话啊？有你这种媳妇，是我陈家见笑啦。前下晡你着咧讲白贼，讲啥物人厝边伫遐咧开讲。我是不爱甲你闹开呢，你搁含迄个外省的淡仔高高甜啊，像你这么不守妇道，唔惊我甲你赶倒你老头厝？阿爸，阿爸，阿公，你莫怪不得人，莫怪不得人。我明啊，是恁阿母家阿公受气，阿公唔才要赶伊出去，来，来这边。这是大人代志，你莫在遮吵，过来伊婆家，来。爸爸，你看我出去，我怎么看不到？你在讲啥？阿爸，阿爸，我知影我唔对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原谅我，请你莫拆穿我母阿爹。阿爸，阿爸，道上，你看后门口啊，这么可怜，已经无老爸啊，伊袂用阁无老母来照顾，
你就原谅阿嫂一届啦。好，我就原谅你一摆，你敢听真正，是我一届啊！拢起来，小明洗洗，通好睏。查某，若唔知离婚，是会写信写字。是哦，你嘛真害呢。啊，你明知道杜嫂是上气外省人，啊，你又搁。就会来了，嗯。他们会不会找不到我们呢？不会的。那你去把他们接过来好不好？好，那你们两个快点睡觉，台山叔叔想办法把他们带来见你们，好不好？好。一、二、三。时局那么乱，校长跟校长夫人会不会出不来？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到登起，眼看着你手牵着我，不怕难过的怕寂寞，有你有我，所谓痛苦不算什么。在家里面的时候是大小姐，这些事都是下人做的，还是让我收吧。什么大小姐啊，这一路逃难什么事都得自己来。倒是你今天下午我问起你跟王副司令的千金，你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。我已经不是王副司令的幕下。怎么回事啊，你不是为了追求王小姐才加入军队的吗？王小姐没跟你一块过来？她是过来了，但是你自己看看。啊，王小姐结婚了？这三个多月来，我就像个游魂一样。你心里面一定很难过。难过又有什么用呢？他选择了一个门当户对的新郎，而我呢，只是一个漂流异乡的人，我又能给他什么？你千万不要这样说，我觉得他没有选择你是他的损失。你真是这么想吗？冰清，这几个月来我都把心事放在心底，也没有人可以说，一直到你来，我才像是又活过来了一样。我，你有什么事啊？小姐，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。有什么事快说吧。我想回大陆一趟。为什么？我想把校长跟校长夫人接出来。最近我听到一些消息，说大陆的局势非常不好，我是怕他们困在里面。真有这么糟吗？别怕别怕，台山，你不要吓小姐好不好？事情没你说的这么糟。不过你想回去一趟也是对的，毕竟我看就依他，让他回大陆一趟吧。不行啊，算时间，姐姐跟姐夫应该已经动身了。你这么一去，难道你不怕跟他们错过吗？我没想到这一点。你还是留下来吧，我还两个孩子都需要你啊。是的，我知道了。
小姐，方才我说的话不要放在心里面，也许像胡少爷说的，时局会变好的。时局本来就会变好的，你快去休息吧。哦，小姐，来，胡少爷说快点休息，来，你去休息，我来休息就好。来来，我来。哎，对不起，胡少爷。但是时常思念你，等我窗口一月。